这盘棋讲解是2017年的智力运动精英赛，本局是决赛第一轮，咱们来看。这是曹元磊对战郑维同志战，这次比赛的规则是慢棋50分钟加30秒，快棋10分钟加10秒，最后一盘就是和棋黑胜。那这是目前啊双方的第三局了。开局是西安之路对兵局，双方是互进马，红方出横车，黑方飞右象，红方也是飞象，黑方是上马，红方强跳河口马，黑方准备把车拿出来，红方冲兵，那黑方吃，他是放对方过一个，然后呢再杀出来，黑方也不管那么多啊，准备杀出去，红方不让，那黑方就强行要杀出去。到这儿啊，红方出车不管他，黑方冲过去拱着马。到这儿他走了一步炮，棋退一。这招棋的意思在于你现在不能够吃马打着车，你要打掉他车刚好杀出来牵住你，你仍然是不能吃这个马，他现在就要杀出来。黑方怎么办？打。红方吃。黑方进炮，再打。他不能够用左尺，他可以用炮打，你的马上不来，他欺负你。那么正常你要吃的话，他就打掉你，你再吃他拱掉你，再吃的话，双方是一个大交换，所以话红方难有作为。他选择交法是退回，准备杀上来吃双。那黑方他退回，红方就杀出来，吃着马，黑方守住，准备随时可以打车。那么红方是马四进六啊，调整过来，他是希望更多利用你啊。如果你下去，他这个棋啊可能又上来了，反正你这个棋走不开啊，只能看着被吃了。所以他就先把这个马跳开，这样车就有跟了啊。那么红方他是用象去吃，这样的话黑方这马先上再说。红方的话，你想补中炮肯定补不了，两个马看住没有作用啊。而且你这棋走人家下底炮一将，这还有问题。他是先冲中兵再说。黑方走的是车三进一，他可能要平车过来吃马吧。那这里的话，先长车看住。马七进八，这边呢就是对炮啊。那他可能是想和棋黑胜。红方这时候再摆中炮，黑方他是退回。这里的话踩着车就点进来了，然后呢这个棋是马六进五，这儿直接就拼了那红方想赢棋肯定是不给他换，点中车吃他，看见往哪跑，他是往回撤。接下来走的是马四进二，先拦住炮，这时候黑方把车亮出来，红方补个士再说。黑方是车长起来吃马，找机会把它赶走，想赢下底炮。红方则是退回踩车守住底线。那么黑方再把车撤回来。这儿红方他就上，黑方就抓。作为这样一个棋的话，其实先手方他变了。曹元磊这个第三盘棋不成功变成人必须得求变。飞了个象。黑方他突然架起了中炮，这样的话就是守中路，看你怎么突破。红方是车五平二，先把车拉开，那黑方自然是马四进五，上去跟他应对红方就上马挡住，不对，黑方就卒五进一先顶起来。那红方上他是趁机要跳马进来，这里黑方右车关键不活。他选择招法是马五退七，顶住顽强，对方想踩踩不了这个炮，那么将来他还要冲过去，一旦给这个卒过河还挺厉害。红方强行踩，厉害啊这个棋。这儿黑方肯定是可以打，只不过打完之后他这儿可能会吃你一下，你还得逃，所以他不愿意。其实这个棋可以演示一下。
打掉你吃我一套。那么他可能担心丢这个象，其实是不敢吃的啊。要吃这个象的话，那上马。到这儿的话，你还不能逃这个车了。你要逃这个车，那一步将死了。所以怎么走呢？只能打一将弃车了，然后形成车马炮对双车。这个棋的话，应该说也能下啊，黑的还好，但是可能担心对方有三个子不好把握吧。所以郑文通走得稳啊，他是车六进二啊，先驱赶他一下。他认为你现在跑不了呀，你要一走我被你炮吃了呀。但是这个棋也是个换棋啊，倒也可以走，所以他没有好点位，推这里就卡象眼了啊，上不来。那推这边他给踩掉了，所以关键他没点位啊，就这一个点位还不敢退，一推炮白丢。然后他走的是车往中间看住硬保，那黑方就把车拿出来准备再勒他。到这以后，红方是上马，准备踩掉这个马，把这个象引开，让他中路空虚，将来车砍马，你吃跳马一将呀，这边有杀棋啊，还踩车。那黑方他是马三退二，根本不给你个机会。那红方到这儿呀，计谋落空，他选择招法是平车啊，继续追杀，一计不成再升一计，看你怎么走。那黑方这棋就长起来，意思是你吃一个我吃一个吧。那有子不吃的话，将来人家逃跑你跑不了呀，所以在这儿必须得吃了。黑方打，红方打，黑方吃啊，红方正常应该是吃掉。那这儿应该是给他吃掉，这个其实可以顶住的啊。这儿比方说退回，这个马现在上去啊，虽然说厉害，他有这招棋啊。你将军他可以退回，你吃的可以出，这样的话是杀不到的。那么，比方说你现在补个士啊，像出老将杀，他先吃马把你赶走了啊。所以这组棋啊，对子就可以。关键这盘棋啊，它是和棋可以胜。所以曹元黎的话就想求变啊，不想跟他和棋，那这个棋啊反而被人家利用了一下。他认为你跳过去，我车八平九，你还是没棋，结果人家用车点进去啊。你这如果吃的话，他一踩，这边卧槽马杀棋，出老将的话一甩去，车马冷箭，这儿就来不及防守了，所以他顶住啊，不让你马上去，结果黑方车六平九。关键是你吃完这个子儿，这位置太差。现在这个棋啊，我们看到。叫着杀你怎么办？你出来的话双车错了，你要是退回的话就马上去了，这一招马七进六呀，不好解救了啊！你要出的话他就继续要杀你。这个棋啊，如果你知势，他上马踩车杀你，哪怕你闭马腿都没用，直接弃车一线杀啊！所以这个棋狠啊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啊，面对这么一个杀招，他。如果说进去会怎么样呢？那这里啊，他有可能就直接跳马将了，弃一个子给你，底线一将啊，端一将，出这边杀，出这边杀一将，再来一将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把车就抽了，将来啊这个象一扔啊，双车错，或者一甩车就双车错了，到这儿挡不住呀，曹元黎就认了。这盘棋啊，郑维通获胜。